上次揦完嘢之后咧，今次终于升级到13,300蚊嘅公寓啦。依家就等我同大家嚟开箱一下啦。今次住呢间入米米公寓咧，喺融创附近都较为热门，出名性价比高。入到房之后咧，见到都会算几宽敞啦，几有空间感。无论系装修定系干净程度，都比起我上次住嗰间好好多。而冲凉嘅毛巾咧，佢亦都会特登包起佢以示卫生嘅。另外，第二朝仲会有早餐提供啦，我自己就觉得几有诚意。佢有面包同埋咖啡俾你拣，而且冻咖啡咧亦都唔使另外加钱。呢间公寓非常之近融创啦，行路大概5至10分钟左右。楼下亦都有好多便利店同埋雪具铺，内街更加有好多嘅餐厅啦，甚至乎可以开到宵夜时分嘅。其实今次嚟融创主要都系同朋友玩下练习下啦，成个体验咧都比起上次好咗好多，无论系酒店嘅环境定系位置都好。整体嚟讲咧，呢间入米米都系非常之值得推荐俾大家嘅。